日。哦，很好。第三个，下雨。嗯，非常好。好，我们看第四个，第四个，水。哦，很好。第四个是水，它是什么？Picture A，对不对？水，水，冰水，水，水。第五个，水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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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这位同学，水果，嗯，很好，OK，水果是，同学们拿出你们的 handout，很好，我们看到我们刚刚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嗯，第一个 picture 一，它是什么？是什么？picture 一是水。Picture 一是水，OK，sorry, number one, number one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冷，对不对？冷，第一个冷，冷，什么在这里啊？第一个冷，冷，第一个冷，在这里，冷，这个冷，对吧？冷，好，第二个是什么？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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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热是哪一个 picture？Picture D，对不对？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下雨啊，很好，下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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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位同学来说一说，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，第三个，哦，下雨。嗯，很好。第一个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树啊，这位同学注意了，我们还有一个点在这里。这个点，对不对？嗯，一个点，OK。所以是有点点点点点，四个点，点点点点点点，一个点。我们来看这个热是怎么写的呢？蒸汽在上去一样，对不对？热，OK。我们来看，对不对？哦，很热，就像那个来写一写啊，这位同学，这位同学来写一写啊，这位同学。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，写一写冷，它有几个 stroke？一